这是一台 iPhone X 哈，你看手电筒打不开啊，照相也打不开，一倍打不开，二倍打不开，啊，前面呢也不能照，是吧？伴随着我们打开面容，它会直接这样卡死，哦，然后它就会一直这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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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能用，啊，基本上也是这样哈。如果我说这台机器是一个小问题，一个电阻的问题，你们信不信？想不想知道是哪里问题？关注我，下个视频我们开始讲。